myself, not a care in the world. This is the life, just me, myself, and I. I am watching the clouds up in the sky, all but laughing aloud. I'm telling you why I'm living the life, just me, myself, and I. I used to think that life was cold.接案三年多以来，我一直都是用这台 MacBook Pro， 但是现在终于不是啦。Hi， 我是 Casper， 现在是8月第四周。那我之前一直使用的 MacBook Pro 呢，它其实是2019年 Intel i7 的晶片。我一开始在选配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把当时所有跟绘图相关的配置都已经点到最满。但是就这一两年下来，就是影片的工作越来越多，也越来越能感受到它在处理影片上面是越来越卡顿，然后越来越跟不上我需要处理的一些专案的规格，包括说它的处理速度啊，或者是它的稳定度啊，像是我在剪片的时候它很常出现卡顿或者是闪退，都会大大影响到我的工作流程。仔细想想，电脑应该是我每天摸最多看最久的一个东西，而且一台10万左右的电脑，它至今已经为我带来了几十倍的收入吧。那是生产工具，所以应该是可以投资的。加上最近因为一直看笔电的小小的萤幕，然后就觉得哇，对眼睛好伤哦，那就决定狠心捏下去，升级了一下。好，那这个购买决策其实中间我跟 ChatGPT 聊了蛮多的，包括说我分享了我所有我工作上面会碰到的各种状况，包括说处理照片的或处理影片的，然后也跟他有很多的来回交流，然后他也趁机把 CPU 跟 GPU， 然后或统一记忆体啊等等相关的东西都一次帮我讲解清楚，也让我更清楚就是 CPU 跟 GPU 它在可能照片处理上面跟影片处理上面它到底有什么区别，它各自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好，那根据 ChatGPT 的解说呢， CPU 它主要是负责逻辑处理跟多任务的操作，也就是说例如说影片的解码跟编码，或是例如说一些比较精细的调色等等的，那这些就会跟 CPU 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他们都涉及就是比较大量的数据运算跟处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CPU 的核心数量跟它的处理能力就对于就是整个工作流程下来影响就会蛮大的。或是说像是我今天要同时处理多轨的影片，或甚至是那种高解析度影片 4K 8K 的影片，那这个时候 CPU 的能力就很重要，因为它可以一次性处理大量的编码跟解码，然后就会对于你的操作流程上面会更加的顺利。好，那 GPU 呢，它更多的是负责加速跟图形相关的处理，例如说像渲染啊、特效啊，或者是像我大部分剪片用 Premiere 嘛，然后它对于就是影片即时生成预览的影像，那这个就会很重要。像这一两天我用新电脑在剪片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在我已经调过色的片段上面，我如果要再加上文字跟其他的特效的时候，然后它跑下来的速度就是渲染速度非常快，我很快的就可以即时预览到我要做的效果。但是以前那台 MacBook Pro 的话，它就是会卡到一个不行，或者说我就必须得去让它先
渲染过一次，然后我才可以流畅的看说我刚刚做的效果是怎样。那这样其实就会对于在工作剪辑上面就会很卡嘛，因为我必须得哦弄一次，然后等一段时间，弄一次等一段时间，那工作就会一直被打断。或是如果今天要同时处理可能多轨的 4K 或 8K 的影片，例如说现在的商案工作其实大部分都是拍 4K 的规格，然后有时候会拍到 6K 或者是 8K。那在这种状况下，如果我放到剪辑软体里面，然后还是多轨去处理的话，也许在 CPU 那边它已经就是同时帮你把这些东西都编码解码好了，可是在即时渲染跟就是生成预览图像这边，就 GPU 没有跟上，那它就考就一样没用。所以在这样的工作处理内容上面 GPU 就会很重要。好，那就简单来说，以静态照片的处理来说的话，例如说同时要处理多张大量的 RAW 档，或者是调色、电修、合成等等的话，它通常主要是会看 CPU。但如果是在影片相关的处理上面的话，它则是同时会看 CPU 跟 GPU， 它有点像是一个前端跟后端的感觉。但就这两者都很重要。好，那总而言之呢，就是这次在购买决策中，就是跟 ChatGPT 聊了很多，我就把我各种就是我工作上会碰到的痛点啊，都跟他说。我觉得他真的有把我的工作处境理解进去，而且他给出了就是我觉得非常合理的一个建议，也就是说他建议我把笔电留着。就是因为我本来想一开始是想说笔电要把它卖掉，然后就是换到一些钱，然后再去升级就是桌机这样子。可是因为他其实是有读到说我三不五时会出去跟客户开会，或是我会外出去工作，那笔电这个东西它势必是不能没有的。那在基于这样的前提之下，他给出了如果你预算充足的情况下，不是预算充足的话，本来就是可以不用选吧。好，不管，反正呢就是他建议我在预算充足的情况下，可以就是把笔电留着，然后保留一些外出工作的弹性。那同时呢，在桌机的部分，他也建议了我，在我给了他就是我最常工作会碰到的规格跟工作内容，在桌机的配置上面可以怎么选择。好，那这就是今天影片啦。那今天影片主要就是一个分享喜悦的影片啦，因为就是新电脑落成，然后非常的开心，然后希望之后可以再用它来去做出更多的影片创作，帮助我在工作流上面可以更加顺利。不然常常有时候我在等算图的时候，就是在旁边滑手机或是什么看小说这样，其实也是蛮中断整个工作流程的，也会让效率变得很差啦。那希望可以尽快让这组设备回本，身材工具嘛，想说那就比较省了。好，那如果你也喜欢今天的内容，或也觉得今天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我会持续更新自由接案的经验跟心得。那我是 Casper， 我们就下周或下下周见咯，拜拜。